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广东有飞翔新能源有限公司，我是客服经理和平，接下来由我带领大家参观我们的工厂。工厂位于广东省江门市，于2019年创办，占地面积13000多平米，拥有员工200多名，主要生产常规消费类聚合物锂电池、高低温锂电池、磷酸铁锂电池、超薄异型电池等聚合物锂电池。公司拥有完整的锂电池生产线，自动化的生产设备达100多台，车间采用恒温恒湿无尘车间，采用行业最大的直径800×800的滚压机，高精度立板涂布、自动分条和制片，全自动高真空烘烤、高温压力化成，全自动电池电压内阻检测，每天可生产锂电池10多万只，年产量可达4000万只。我们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20人，配备了原材料检测、电性能检测和安全测试，共计3个实验室，可进行锂电池原材料各项指标的检测，电池成品的电性能和安全性能的测试，为公司研发设计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持。公司生产的锂电池产品可通过各项严格的安全测试。我司获有 UL、KC、CB、ROSE、CQC、CE、PSE 军工资质等证书，获得锂电池生产相关专利9项。公司品质部人员20多人，关键生产工序的控制都实现了在线实时检测，比如在线激光测候仪、微量水分测定仪、二次元影像检测、全自动 OCV 检测。我们的产品广泛适用于消费类电子、数码产品等行业。我司库存量200万只，采用了数字化的仓储管理系统。广东有飞翔新能源有限公司诚挚期待与您的合作。